诗篇第125篇，一节，我靠耶和华的人，亲像锡安山，永远未摇动。正山怎样包围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安尼包围伊的百姓，对这时直到永远。歹人的官兵，无常常落伫异人的坟下，免得异人伸手做歹。耶和华，求你好款待遐做好的、甲心正直的人，论到遐偏行弯曲的路的人，耶和华的确予伊甲做歹的人做伙出去受刑罚，愿平安归伫以色列。